今天是仿妆视频2.0，为什么？因为之前那两期算是1.0，然后我从那期仿妆视频之后回去又学了，就学了很多化妆的技术啊。从此我就决定把这个视频现在升级到2.0。今天还是我给李明达画，画的是，可是了不起的人物了，是李咏的偶像，娱乐圈的常青树，地才蔡依林啊。你看，分析一下这个眼妆嘛，三个颜色，这不就黄的跟红的吗？嗯。哎，刘明达比你专业，怎么回事？然后你看粉红的腮红显得就很少女，没问题的。这一期先上隔离，这是隔离对吧？这是叫妆前乳。嗯，太多了，你忘拿美妆蛋了。漂亮，人中那儿还有吗？哎，话说的多的时候，我就想手里就有个板砖，你就对着这一块。就单独就这块儿，我居然使劲拍，这是手动封唇，都是打通人针了，家暴倾向。这个忘给你选了，我就这样。隔离上完了，现在上粉底了。你为什么要在中间点这么一道下来啊？像个那个阴阳人。够多了吗？拍不开。你用力。对，人家画一部分再去拍一个部分。对呀、啊，不是全脸的。好了，别说我了，对不起他吧。我也不是抹的。你吃点苦，我拍不开，只能抹了。吃得苦中苦，方为人上人。那可不嘛，疼。要听地才的话，你吃点苦我就说了。美丽哪有那么容易？你以为轻而易举就能获得吗？付出代价。眼皮，你闭眼睛，眼皮忘抹了。哎，我教你一招，你用美妆蛋去蹭你手上的那一坨，然后给它拍，就能拍得很匀。啊，是吧？是。眼皮上是干了。啊，对不起。吃点苦。眼睛别使那么大，就眼面快出来。对不起，别抹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你别说我了。对不起，我看看，脖子是不是不够白啊？够了，脖子够了。一会儿蹭到衣服上了。没事，我洗一会儿。我看看，真行，洗衣机洗。啊？怎么的？你是手洗？再说我没给你手洗过衣服，李明达，丧良心你。然后下面是遮瑕了，遮胡子、鼻翼、眼袋。你要。跟大家教，大家都懂，用哪个颜色？最白的这个，你不是大家都懂吗？哎呀，你在脸上试色吗？那我不在你的脸上试，在我的脸上试吗？上你的脸也不上我的脸。上脸。哎呀，说多了。没事，你可给他晕开，办法总比困难多。吃苦是他吃。妈、哎，这也太白了，不对，李勇，这绝对不对，这是什么印第安人吗？就是那个。我用美妆蛋再拍一拍吧，这太多了，妈呀！这下完事了，该美妆了吧？要定妆。对啊，先定妆。要定妆。这你做的功课吗？哎，刘明达本来没什么眼袋，被你把眼袋画出来了。他怎么本来没什么眼袋？没有，你别听他瞎说。这怎么这么白？雷哈娜的味道。就是雷哈娜。还是他呀？对呀、啊，你先全部铺一完，再烘焙，再烘焙。那已经这么多了，怎么？没事，那你就铺吧，不多的，放心。妈呀，这不多吗？还好，你还知道烘焙呢？嗯，上回刘明达跟我说的。烘焙法到底有什么用啊？就能让你的妆看起来更干净，这么不容易出油。你不许皱眉，皱眉就卡匪了。疼。你吃点苦，吃点苦，年轻大小伙子吃点苦怎么了？你以为变美那么容易啊？下回你等着。有下回再说吧。把下次一定打在公屏上。没有那么白了吧？眼睛下边不是、啊、对不起，眼睛上边，我以为是连着眼皮一起呢。不用，那不上双黄的吗？能不能认真一点？对不起了嘛，就眼睛下面就行了嘛。对，然后你把它眼皮上的扫掉了，然后行了，可以开始画眉毛了。在下面咱们就不用管它了，画上你就变蔡依林了。我这次画之前我都下好决心了，我说这次一定要给刘明达好好画，我一雪前耻。完了，一画上那段，我就觉得我的手不听使唤了。你用哪个化妆师掰着你的脑袋给你画？你不配合了吗？就说让你吃点苦吗？能把你眉毛剃掉一半吗？不能。你要相信，好看的人没有眉毛也是好看的。对，大不了以后每天给你画嘛。我答应你，我以后每天都帮你画。这上面的遮瑕怎么处理啊？往上把它晕开。你别皱眉。卡匪了，卡匪了，皱眉就卡匪了。你说下次都根本就不要拿这个雷哈娜的三个，为啥呀？浪费，你直接去厨房拎袋面粉过来就好。就眉头自然就有，其他地方不用。其他地方是我给你造的型。这句话是班长博造的谣。多吗？
差不多了。哎，这个很显色啊，你可以对着镜头抖抖粉。没让你在手上抖，你不疼啊？你有病啊？对，看得出来吗？镜头上看得出来，都抖没了。它是整个眼都扑还是光扑？就是往后边，然后晕染到眉尾。他可能不知道什么叫晕染。你别说话，闭眼睛。哇哦！你扫地呢？晕染，晕染，你懂不懂？晕染，懂不懂？我看看。哎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有什么问题？你都不如直接拿那个水彩颜料给我往上脸上。那能一样吗？那不行，浪费这化妆品干啥呀？嗯啊，就中间这一块来回晕染，你别动，转过来啊，画出一个渐变的效果啊。从今天起，班周博改名改姓，改叫厦门毛戈平。可以吗？不是梅河口毛戈平。那你是什么？山东太医林。哎，哪吒那个变身以后装不就是这样了吗？眼睛。哎，你别摸，你别摸。你怎么那么贱你？现在你接下来画啥？黄色的。别皱眉，皱眉就卡匪了。我还得说几次，再皱我一下，戳死你。别怕，别怕啊。现在很像那个热带水果，很像那个饮料，什么果汁源，果汁源打钱，可以打到我的账户上，因为用的是我的化妆品。好了。哎，还挺像的，是吧？现在为止。是，还可以。接下来是下眼影了。你睁眼睛，把下眼影得睁眼睛。我还把你弄我眼睛里，不会，上面还有粉呢。废话，没有粉怎么给你画？你抖一抖，这个不用抖。进眼睛了，好了。痒痒，晕染呢，你别动。哎，是不是？这眼睛好看多了，这个颜色加上去。要拍一组时尚大片，能听不下去了。怎么了？你嫌蔡琳不够时尚？哎，我觉得刘明达可以画那个粉妆，《霸王别姬》粉妆。给他画吗？给你画。他不就是唱戏的吗？对呀、啊，是你挺适合的。我转过来我看看。跟我联系。对，你再掉，你可能，你再掉个眉，就挺像。哎呀，不行，我得把那个粉色的刷子重新拿出来。蓝脸的诺尔顿盗御马。为啥呀？我觉得他上面眼皮没画到。来吧，先倒我咖啡。没有。这个小刷子你放心吧，一下就能把你眼睛戳瞎。眼睛向上看，向上看，那你把他眼皮扒开。哇，这个好亮啊！哇，梁山大这个高光真的好美，是吧？嗯，他美还是山东蔡依林美？山东蔡依林美。转过来我看看，还挺好看的。他是祖传的那个吗？换了，这是我特意申请给你换的。跟谁申请？跟李勇申请。贴了假睫毛还用刷睫毛膏吗？可刷可不刷，看你。看这个2.0做功课就在这问，啥都不知道还做功课。我做了一部分了嘛，术业有专攻，我的专攻是画眼影。你别闭那么紧，你闭那么紧你眼皮粘在一起就完蛋了。对啊，那眼皮就得拿刀割开了。本来就说想割的，这回失诚了。睁眼睛，贴了他的双眼皮了，可以吗？哎，可以，其实还行。还行，还行是吗？因为这个就很自然，爱上贴到双眼皮上了还自然呢。啊，对啊，贴到双眼皮上都那么自然，贴到睫毛根部那还了得？睁开吧，粘到下眼皮上了。我说你别闭那么紧嘛，刚才是不是就告诉你了？好，粘的挺好的。这个也看不出来呀、啊，粘不粘的？所以说要夹一下了吗？不夹，我真的不夹。我不夹你，我就夹你的假睫毛。哎，你别从这边开了，我绝对夹不到你眼皮。这个能把睫毛夹断，你知道吗？这个用力大了。我用那么大力干嘛？不会的，上面有硅胶垫吗？你看，我这怎么夹？你半睁，眼睛向下看，这么夹可以吗？不可以啊！你能把它夹死？让李勇来吧。哎，你相信我？不行，这个太危险。你就掰起来，然后这样夹，你就能看到你夹的是什么、啊。我看见了，我会的，你相信我吗？它深了，我都没进去呢，睫毛都没进到这个里面的。它进都没进去，开始很疼了。算了，不夹了，就这样吧。涂点睫毛膏，睁眼睛，睁眼睛，你睁眼睛，凶我，你睁眼睛，你看，你听不懂我说话，刘明达，我睁的不由自主的闭上，眼睛向下，你看跟我那样，把他眼皮扒开，然后眼睛向下看，非得这么让我上手是吧？哎，好像你刚手闲着似的。嗯，对，就这样，差不多。然后你找个粉色，这个，
可以上脸吧，你让他先假笑一下笑，对，然后围着他那个法令纹上。怎么了嘛？你给他往上扫开，打圈的方式，打圈，对对对，往上扫。啊，形容自然了，自然多了。自然什么嘛？好了，自然了，我看看。是好看，上镜肯定好看。谢谢你啊。哎，我给他画了个鼻翼泛红，怎么办？你离近点看看，这是不是？是你鼻翼本来就红吧？你家腮红长这里，这不是腮吗？这不是腮，这是哪？是腮呀、啊，这是腮呀、啊。没错，那就是腮耶。你的视频里面腮红不画到这儿，另外我就给你举报去。按照我的逻辑，无懈可击。这个是阴影，打哪？打他的颧骨下面，你让他缩，把嘴缩起来。你让打腮红的位置。别说话，你不用缩。别说话。你让他把嘴缩起来。缩。对对。这儿吗？对。嗯。这是你刚刚打腮红的位置。是不是络腮胡子吗？觉得跟蔡依林的腮长得一模一样的口音。对不起，蔡依林老师。上高光吧，你看看他高光的范围，全脸都是。哇，他这个真的蛮。这是打光打的吧？我说他是高光就是高光。你相信李勇。你这样的美妆博主的口碑会烂掉。威胁谁呢？别动。真的，我多让他吃点苦。刘明佳，你恨不得躲到那屋去，是不是？啊。还有那眉骨上面。人中打一点，下巴、络腮胡子也打一点。其实还挺好看的，有点像那个花木兰。哎，真的有点像。我刚才就在想，哎，像什么？怎么这么眼熟？呼之欲出。眼睛下面的颧骨，对，这是眼袋，这是颧骨，颧骨在这儿。这是颧骨，这是你的腮，我还要说几遍。哎，有了有了，现在特别好看，是高光好看，不是你好看。行了，适量就好啊。口红是这个吧？是。哎，你涂到嘴里了。那就是你嘴里的颜色跟它不一样，就是要涂到嘴里。我闭上嘴不就看不到吗？这个颜色不对吧？是不太对，你铺点这个颜色上去。哎，是不是一模一样？这个这回真一样了，真的。好，你要是被绑架了，你就眨眨眼。把一模一样四个字打在公屏上啊，一模一样还要算一算。李勇刚刚在，我还准备了这个，你想戴吗？不行吗？尝试一下嘛。不要。还有衣服呢？衣服啊，对，衣服我也准备了。这也不一样啊，蓝的差不多，这像个鱼皮一样。你可不就是海底生物吗？好媚呀、啊！我看看，刘明达下辈子挺好看的吗？他是这样，我看看，哎，我觉得挺好看的。他们这种就是棚拍的时尚杂志，就是要这种浓妆，就是不能见人，就是拍出来照片好看。不相信我给你拍一张照片，这个腮红画的有点奇怪。什么呀？你这是？这个腮红画的有点像鼻翼泛红。人间尤物。整体来说你满意吗？这么大一到十分你给我打几分？啊，一到十分你给我打几分？没有零分吗？没有，一到十分你给我打几分？你给你自己打几分？七分吧。为什么是七分？扣的那三分扣哪了？扣在李勇啊，关我啥事儿？他总给我指手画脚。要不我觉得自己能画得更完美。下回破20000你帮他画，你看我怎么给你造谣。好。你给我打几分？我们先战略结个盟。打几分？十分十分。大家给我打几分？打在公屏上好吗？哎，刘明达的满分是100分吗？凑近点给大家展示一下。就比我想象中的要好，你知道？我觉得为什么打十分啊？我解释一下，因为我的心理预期在这儿，哎，然后我看完之后，哦，还多一点。什么？你就比较满意？你仔细，你让大家好好看看。嗯，确实有点划不来。行了，这期就这样吧。如果这期视频破20000的话，就再说吧。啊，这期视频过20000，我给班长伯化妆，化什么来着？啊，王妃预言。啊，王妃预言。啊，破10000呢，我给你化。
没有破一万这个事儿。行了，这期视频就到这让人结束吧。林明达要打击我，以后梅河口有什么婚庆啊、酒啊，可以联系我哈，联系我，这是我的联系方式。东三省的都可以，只要我在家，东三省都可以联系我哈。我出场费用比较低，物美价廉。梅河口毛个平跟你说拜拜，下期我们再见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